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北部空域，高度1900公尺的中共飞机，注意，预计入我空域，将我非常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北部空域，高度7500公尺的中共飞机，注意，你已进入我空域，将我非常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北部空域，高度8100公尺的中共飞机，注意。进入我空域，将我非常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北部空域，高度5500公尺的中共军机，注意，你已进入我空域，影响我飞行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北部空域，高度8500公尺的中共军机，注意，你已进入我空域，影响我飞行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。位于台湾北部空域，高度7200公尺的中共军机，注意，你已进入我空域，影响我飞行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西部空域，高度7300公尺的中共军机，注意，你已进入我空域，影响我飞行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北部空域，高度5900公尺，中共军机，注意，你已进入我空域，影响我飞行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北部空域，高度6300公尺，中共军机，注意，你已进入我空域，影响我飞行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西部空域，高度7700公尺的中共军机，注意，你已进入我空域，影响我飞行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